深色我就會成日洗咯。係咩？反而深色我諗兩個星期洗一次。通常都係兩三個月洗一次咯，重磅嗰啲。我諗年幾兩年咯。冇洗過噶喎，最耐三四年啩。睇完之後薄咗啊，或者都係洗水唔靚咯。因為怕洗完甩色咯。因為會變色同埋變形咯。我唔會攞啲好貴嘅洗水嘅洗牛仔褲嚟試呢啲嘢，即係因為佢價錢同個質素唔想影響。咁究竟牛仔裤要点洗，几耐洗一次先至啱呢？一于问下牛仔裤达人啦。嗱，咁我哋洗牛仔裤咧，就千祈唔好用洗衣机洗啦，因为洗衣机其实咧好容易会洗残条牛仔裤嘅，系啊，有啲烂啊，即系啲边位又有啲磨得好劲嗰啲咧，如果你落洗衣机洗咧，其实佢会洗洗下咧就变咗正方形，或者会散开晒嘅。咁我哋尽量都用浸洗同埋手洗，两个礼拜就洗一次咯。Tommy 就建议用80度嘅热水嚟浸洗，可以消毒僻味同埋避免牛仔裤变形，无需要加入洗衣液又或者漂白水。而 unwash 嘅牛仔裤就要喺买嘅时候预带半码至一码，以防热水浸洗之后会缩水。牛仔裤嘅纤维就好有弹性，所以着耐咗就会比较松身。同样用高于80度嘅热水浸泡一晚，咁就可以有助纤维收缩，而中途换水咧嘅效果会更加好噶。其实有啲客阔咗或者窄咗，净系个腰围啫，即系其他好啱身。咁如果真系窄咗少少咧，咁其实都有啲方法可以帮手嘅。咁我哋可以试下拉烫，下一路拉一路烫，会系啦。咁因为我哋烫嘅时候会令到嗰啲纤维咧就会放松嘛。咁你拉一拉，咁佢就会稍微胀大少少。